请我们表演的者请出场。我们欢迎钱军贤、钱军寿。哎呀，这两位，我看这两位就知道是要带来国标舞。反应相当的好，对大家，你们已经要等于是演员了，对啊，他们的印象太深了，跟大家问候一下。哦，大家好。你是谁？我是金钱重。啊，金钱重，金钱重，金钱重。因为我的朋友啊，就看着我在电视上看起来很像那个。钱军仲到底说了什么，让夏马倩、白星慧忍不住想动手打他？哎，这对搞笑兄弟今天会带来什么样好笑的表演？请我们表演的者请出场。Yes. 我们欢迎钱军贤、钱军寿。哎呀，看这两位就知道是要带来国标舞。反应相当的好，对大家，你们已经要等于是演员了，对啊，他们的印象太深了，跟大家问候一下。哦，大家好。你是谁？我是金钱重。啊，金钱重，金钱重，金钱重。因为我的朋友啊，就看着我在电视上看起来很像那个金城武。啊，好想打你哦！真的，金城武，你朋友真是很被白星慧打过的。我看。你真是。白星慧，他们身上都带机关枪的。哎呦，对啊，通常有人要过来打他们，他们直接就用机关枪扫射，要不然就手榴弹扫射。手榴弹。认真跟大家问候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钱军贤。好，他们今天。要做表演什么？等一下，我都没有吃到，你们要不要给我提示？放水的，今天都没吃到啊！对呀，哎呦，因为他上个礼拜啊，他只来一下就吃到一道菜了。对对对，所以看，但是你要想到，彤彤跟你一样的命运哦，他也都没吃到。那你就给我们提示吧。你们要猜，他们是说这个是谁发明的？恐惧谁？好不好？欧洲人吗？台湾人吗？台湾人吗？欧洲人。不是台湾人，台湾人不是，中国人，是中国人，是人吗？是中国人吗？是，好，中国人，是男人发明的吗？是男人还是女人？中国人，男人，男人，中国人嘛。好，现在再给你们更明确的暗示了。好，古时候的人，孔子，孔子错。谁？中国人跟孔子差不多，孟子差不多一个时期，时代很接近的，很接近。老子，谁？庄子，不对，他是他们地位十分崇高，他是皇帝来的吗？哎，可以这么说，皇帝吗？范围已经接近了。皇帝口气是谁发明？谁？秦始皇吗？谁说秦始皇？谁说秦始皇？我们一起说的，我们一起说的，我们三个一起，一起说，他们三个一起说的，夏马倩没有说。秦始皇，我们四个一起说。好，给夏马倩一个机会，谁？谁？我怎么知道中国人？哦，今天全部都是我们的剩饭，剩饭只是放来吃的就对了。没有用脑袋啊！马里奥，我们一起答的。为什么是这样答案呢？先请下去换一下衣服，好不好？等一下听他们来慢慢的讲就知道。